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印度西部和北部二日突遭剧烈沙尘暴侵袭，至少107人死亡，160人受伤。死伤如此惨重的原因之一，是因当地的预警雷达故障，整整一个月没有预作。根据今日印度报道，政府部门出面坦承，雷达因故障已整个月没有预作，因此无法对沙尘暴的强度做出准确预测。光是在拉贾斯坦邦，就有超过42人在没有发布预警、撤离通知的情况下罹难。报道中提到，天气部门的讯息仅发布在网站上，并没有通知政府单位，且就算发出警报，其能力也无法判断沙尘暴强度。拉贾斯坦邦灾害管理部门秘书指出，最近的通报几乎都是黄色警戒，仅提醒可能有沙尘暴来袭。即使是上个月在普勒德布尔造成19死的沙尘暴，期间也是被归类在黄色警戒。依照印度对沙尘暴的分级，黄色为通知政府单位可能有灾害来袭，橘色为提醒政府对可能来袭的灾害做出准备，红色为直接要求采取防灾行动。